比较偏无脑的夜叉230打法，比较偏无脑，无脑，假的。二，原本两场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没有没有啦，我们都在暖身。所以你暖了吗？还是暖到烧起来了？暖到烧起来，这种夏天不是暖到烧起来的。手气到手气，人人一把神。其实我刚刚不然打错字，我不是说两场就能解决，我说两抽就能解决。嗯，原来是这样吗？这是不玩前标，莫名其妙标手要自爆。要炸一起被炸吗？要补一起补？要炸一起被炸？忘记用了。谁在那边钢铁的啦？记满记，然后一二三，哎，要再加一个大指标，现在加油，干不要，一二三四，那个、no! 那个下去的自己单挑，加油，没有了，我会帮你打，召唤天师，可是我只有189血，我贫血。为什么第二标没有丢到兵长啊？达达罗，达罗你在干嘛？达达罗，还在混？啊，惨了，这位置。好哦，说好的。我竟然失误了，我已经彻底忘记到底是哪边是哪边。哎呦喂哦，差点下去。哭，你这种说就是好烫好烫，拿不起来，掉了再跳废铁。我们拿这种武器太累了吧？他废铁死掉了，单挑兄妹。我们知道兄妹怎么过了，我们就用这个方法。通通抓去单挑。好了，我们兄妹的打法确定下来了，就这样，通通单挑。Man 的武器是前标，啊，我黑掉了，可以这么说。忘记控本切画面。接下来就由这个电子垃圾陪你们玩一玩。接下来就由我锁链的狂言啊，不是，电子垃圾。锁链的白银会长啊，不是，好像哪里不对。咦，锁链白银，欸，叫四火做图啊，没错，我就像鬼说这样，谁在前一关死掉，下一关就单挑。这一关不是要死掉吗？去兵不找百戒，谁最先死？不可以，我死。哦呦，哦，找到了，有闪光，抓到了。累，我很累，抓到了，动完很累了，掏出你的光剑，欸，可以考虑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林大用就钥匙生产器，还在边摸鱼，黄金阵容木雕表现，专业团队，
黄金阵容木雕表现，没有错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模拟木雕，不是我们在模拟傻雕的玩法。对，我们模拟傻雕打二三零。啊，他要撞我，不要撞我！他不想撞我，他要不要？他要撞我，他不要撞我，他要撞我，他不要撞我。你是在拨花瓣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呀呀呀呀呀！没有错。哎呀，哎呀！你想不可以把他吸引过来？假的。哦，不要肉麻我，不要。哎、欸，肉麻肉麻的，肉麻肉麻，肉麻的。屁股担心。喵咪 action OK 的。Three, two, one, sho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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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. 等雷吧。要等雷，不然我觉得熊妹会脚痒。吧。等雷，等雷。魔水不会，魔水没差，魔水不是雷，忘了。AI 判断。哎呀，我他妈是宝，那就等吧。应该是不用了，那就算，那就不要等了。全部人都满魂了，反正也才几秒而已，还。其实不用按了，它都会自动选锁门。等下哪，等下哪天它更新成自动随机按一个就。就神作了，自动谁色宝？水果色什么色宝？色宝？咦，自己的刀有意识，好哦，我瑟瑟发抖。留了，右右上角给我，右上角给我。弹。妹妹，去你的妹妹！好他好他，你看这不就过了吗？好，等一下夜叉我先讲哦。雷雷水清雷，哎、欸，开场开场直接全部清，然后雷雷水清，雷雷水清怒，就这样，简单吧？先清嘛，直接全部清，然后雷雷水清，雷雷水清，然后暴怒去插砍，就这样。好，好上吧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过，总之试试看吧。我们也太算是蛮同步的吧。有鬼放出来啦，不有事吗？先用那个奥义来垫后。我们打二三零啊，不是要拼最速。喊屁啊！哎、欸，快结束了、欸。OK OK， 稳、okay, 了稳了，直接砍吧。你看吧，不用砍了，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会不会过？哎呀！唯一的小风险是出来的兵长跟上等兵会断，就是这个问题不大。通常就是你神雷要看好吧。
你看还剩一分多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无脑二三零，只要有随便一个斜砍武器，应该任何武器都可以、啊。我都拿筷子了，双卡，双卡。等一下，你那个、啊、你那个五十元一把是指五十元抽到一把双卡千层云吗？应该用得到是钱标、轻回，钱标、轻回跟热血应该就够了。然后药卡一定要。那基本上如果是一个长时间没有登入的账号进来的回一个人的话，就可以去拼这个二三零怪山怪山怪山。前提是要有阴阳师、尤其是四个四位都要阴阳。没有没有，应该是一两。其实也不一定要四个都阴阳啦。至少两个吧，就是你们如果阴阳比较少的话，就是换那个其中几个水多丢一点。那这里先到这里了，等等上传。